兵工厂对咱们太重要了，我建议，咱们马上转移。马上转移，是不是有点大惊小怪啊？兵工厂可是咱们的宝贝疙瘩，一切都要谨慎再谨慎。不行，不能走。这一转移兵工厂啊，那么多东西来来去的，一搬要费很长时间。这样，我抓点紧。 只要咱把判断给研制出来了，那咱们就马上转移兵工厂。也好。嗯。老杨，你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是不是应该多回去陪陪玉萍嫂子？玉萍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找黑龙，还有山口报仇。那现在所有的情况他都了解。 我这么做，他一定能体谅我的。好，来，吃一口东西。先不着急吃，你看看啊，刚才我测的呀是这组数据。哎，林参谋，这么晚了还没睡啊？老田啊，睡不着，出来溜达溜达。 你这巡逻呢？是，去忙吧。啊，走。进，邓主任。 娘给你报仇去，啊！你煮的饺子，玉萍妈妈会喜欢吃吗？儿子，一会儿啊，玉萍妈妈要不吃啊，你就跟玉萍妈妈一块儿吃，你喂她吃，玉萍妈妈肯定吃了。嗯。哎呀，要是咱自己的兵工厂能造出炮弹来，那该多好啊！哎，那样。 山口大队就离死不远了，可不吗？上次啊，咱虽然把这炮弹磨成造出来了，最后也打出去了，那可整个就一聋子耳朵呀，连个响都没听着。田长宇，你觉得这次行吗？我觉得兵工厂是在造炮弹，但是想成功一颗两颗都难，谈什么批量生产？我看也是，咱营长为了这个事儿，一天一夜没合眼了，连饭都没吃。 同志们，我宣布，炮弹改装完成。
玉萍，玉萍，人呢？哎，小张，你怎么来了？李医生，我刚才给邓主任来送信儿，他表现怪怪的，我不放心，所以回来看看。你给他送什么信儿啊？我打听到了，黑龙在东湖村有一个老相好，是个寡妇，姓赵。啊！坏了，玉萍有危险。小张，你带着小华去找杨志华，就说邓主任有危险。来不及了，把枪给我。跟着张叔叔。妈妈，老陈，好消息啊！炮弹准确击中目标，效果惊人呐！走走走，好啊！我们这是白手起家，从无到有，充分发扬了我们的光荣传统啊！哎，杨志华这小子还真是不错啊，全旅通报表扬，应该是吧？哎，你别看啊，就咱这个小兵工厂又破旧，设备又跟不上，他能创造奇迹啊！这是咱的宝贝疙瘩，告诉杨志华，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，我们大力协助啊。嗯，好。说，黑龙在哪儿？我不知道啊，以前每次都是他过来找我，现在他去了哪儿我也不知道啊，求你放过我，我真不知道。你们几个在门口守着。是。站着别动。哎，张娘们儿，我回来了。老娘们儿，女侠，我跟你无冤无仇啊，你到底什么人？还记得这把枪吗？那孩子死的时候手里就握着这把枪，我是他母亲，我要替他报仇。女侠，你儿子不是我杀的，是日本人杀的呀！你偷敌卖国，出卖学校，六个孩子都死在你的手里，你比日本人还敢死！不不不，女侠饶命！女侠饶命啊！我告诉你一个重要情报，你饶我一死，你们八路军队伍里有日本人的特务啊！狗汉奸，你去死吧！现在已经能够造出炮弹来了，咱们现在可以说是炮弹充足啊，我觉得是时候找山口那小子好好算算账了。哎呀，谁都想算账，可你上哪儿去找他去？我已经摸清楚情况了，山口啊现在应该还在象县。你说就咱们这几百人去攻打县城，你有把握吗？我把握不是很大，但我是这么想的，能不能把山口从县城里边引诱出来，再把他干掉。我说你是不是昏头了？山口那老小子能那么听你的话？你说让他出来，他就出来？那是狗就没有不喜欢骨头的，只要咱们给他的骨头够大，他一定啊会出县城的。只要他出来，
就是咱们的了。营长，营长，快去东沟村，邓主任去找黑龙报仇去了。李医生让我来报信。走，走。玉萍，你一定要告诉志华，咱们队伍里没有日特。玉萍，你别说话了，你坚持住了，你别说话了，玉萍，玉萍。木兰，木兰，我快来不及了，你一定要好好活着。玉萍，我欠你们杨家的太多了。你可别死啊！我是医生，玉萍，我能救你，我能救你。你坚持住了，你坚持住了。哎，怎么回事？这是没受伤啊！走，赶紧送他上医院，快快点啊！玉萍，来不及了啊！我就想跟你说几句话，我怕以后再也没有机会。玉萍，你别害怕，没事的啊，你不会死的，你坚持住行吗？坚持住啊！志华啊，对不起。我知道黑龙的消息，我没告诉你，我自己去找黑龙，我杀了黑龙。记着呢，我都记着呢，记着呢。邓主任，少说两句吧，省点力气。一平，别说话了，坚持住。怎么回事啊，一平？别说话了。行，走。说话。别担心我，别担心。马上就能见到儿子，你一个人别害怕，别害怕，我照顾不了你了，你一定得好好活下去。我知道了。你没事儿啊，你顶住，坚持住，咱走。玉萍，玉萍，玉萍，玉萍。
志华，回去吧。回哪儿啊？没家了，让我回哪儿啊？那你打算怎么办？ 到，全营准备出发。是。部队集合。是。老杨，你不能去，你太冲动了，这样。真的不能去。跟我去吗？这里效率不请示。哎，老杨，躲开！老杨，老三，这太危险了。这个时候。 谁也拦不住他。那怎么办？走，你跟我来，走。妈妈，妈妈。 妈妈，小华，你要记住，你的命是山河弟弟和玉萍妈妈给你的，你这辈子都不能忘了他们的恩情，知道了吗？嗯，我记住了。来，玉萍妈妈磕个头。 刚刚得到情报，杨志华带领部队将攻打象县，现在正在路上，预计明天中午到达。象县外的十里铺，目标就是你。随时恭候，就怕他不来。他要是敢来，明天杨志华的人头将会被挂在城楼上。不过，我可怀疑这份情报。 象县防守得如此严密，他作为一名指挥官，不会这么愚蠢。怒发冲冠为红颜，为老婆孩子报仇，那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。当然了，你的怀疑也不是没有道理。杨志华到了城下，看到象县如此防御，他肯定会冷静下来。所以，我们要在他来的路上布上口袋。 英雄所见略同，山口君。嗨，下面的事情就看你的了。明白。我一定要让杨志华为他的冲动付出代价。明天的象县城外，将会布满八路军士兵的坟墓。
陆良，有件特别重要的事儿，我觉得还是要告诉你。李木兰说啊，邓雨萍同志牺牲了他，跟咱说咱们队伍里边有日本鬼子奸细。啊，他说是谁了吗？没有，但是据我推断，邓雨萍是在找黑龙报仇的时候发现这件事儿的。老杨情绪太激动，我就想，我根本没有时间跟他说，拉着队伍他就跑了。我怕要是有奸细，他中了鬼子圈套怎么办？ 我得赶紧回吕布汇报去。老陈，来不及汇报了，你要追上志华，一定要保证部队的安全。那你呢？我还有事。来，快快去吧，回来后再跟吕布解释。进来吧。哎，乔小姐。杜教官，对不起啊，乔小姐。有件事情我想请你帮个忙。啊，什么事儿？你说吧，只要是不违反纪律的事儿，我肯定帮你。啊。 可这件事情真的可能要乔小姐违反纪律了。不过你放心，这件事情出现任何后果，我全权负责。那可不行，杜教官，我们八路军是讲原则和纪律的，我们有铁的纪律，肯定。我知道，乔小姐，可这件事情非常关键，十万火急啊！什么都别说了，杜教官，我们一定不会犯的。 忍一下，还好，子弹的位置不深，已经取出来了。等伤好愈合了，就应该没大问题了。几十个人打据点，就我中枪了，要不是离这半里地，非得给我打穿了。半里地，小同志。 我问你一下，鬼子的枪离半里地打不穿身体吗？对啊，鬼子的三八大盖虽然稳定性强，但是威力一般，过了半里地，即便打进了肉里也没啥事儿。林海波，木兰，先别说了，我先帮你查看一下伤口。是贯穿伤。林海波，你说你这是怎么受的伤啊？别提了。 本来跟跑出来有半里地了，结果他楼上一个小鬼子一枪给打了。你要告诉志华，咱们队伍里没有人特。坏了，林海波在说谎。哈库，哈库，哈库，哈库。 一里头认输，咱们队伍里边有奸细，我知道你报仇心切，但如果咱们冒进，别中了鬼子的圈套啊！老陈，开弓没有回头箭，今天我既然到这儿了，是绝对不可能回去的。山口连孩子都不放过，他简直连禽兽都不如。而我们现在呢，我们现在有炮，炮弹也是充足的。如果还是龟缩不敢前进的话，那我还不如山口呢。我现在不管任何事情，今天。 我必须踏踏实实跟山口交了个战。你放心吧，
万一有什么事的话，我帮你扛着，我一人顶。你这是什么话？我是你的指导员啊，咱们是搭档。既然决定要干，我陪着你。这次出兵没有来得及向吕布汇报，有碍处分，我们一起。出吧。你不知道那边收到消息了没有？应该收到消息了吧，应该有所部署了。那我们怎么办？就这样一直跟着去象县？我非常了解我的叔叔，他绝不会等杨志华走到象县，而是在路上就会惊起伏击。那您岂不是很危险？也不知道在哪儿会跟八路军打起来。随机应变吧。有事跟你说，我问你，杨志华他们去打仗，林海波去了吗？去了，他们一起走的。怎么了？我怀疑林海波这个人有问题。你也怀疑他？你有什么依据吗？上次在卫生队见他的时候，他是来治疗枪伤，他说鬼子半里地外，三八大盖打的。打出了个贯穿省，可是今天我也治了个小战士，也是半里地外打的，子弹就是在很浅的位置，根本不可能打成贯穿伤。半里地外打了个贯穿伤，除非他撞了鬼了。不知道这能说明什么，但是我总觉得他好像是在撒谎。他很有可能是自己打的，他自己把自己打伤，目的是骗取我们的信任。难道？杜教官，紧急情况！什么消息？经详查，黄志照片与林海波不符，背景完全不同，确信林海波有重大嫌疑，速捕。林涛，走了。看来林海波果然是日本特务，那我们炮兵营可就真的危险了。现在怎么办？小姐，你马上向你们旅部汇报，把详细情况跟上头说清楚。是。我去追他们。小心点。够险的呀，是一个打伏击的好地方。老陈，让大家注意警戒吧。铁头，让大家警戒，防止鬼子偷袭。是，注意警戒。报告，前方发现大股八路军。太好了，杨志华，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。要不要进攻？不，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沉住气，等到猎物完全进入我方包围圈以后再发动攻击。命令部队准备战斗，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。大家都注意点，
警戒！报告，谁开的枪？报告，停枪声方向不是我们发的。什么地方拿枪啊？我听了一下后边。 再往前走了，据可靠情报，林海波是日本间谍。哎，这事儿我们已经讨论过了，不管怎么说，先打完山口再说吧。这是我让黄振东调查的结果。志华，怎么停下来了？哎，清明，你也赶过来了。真能演戏啊！ 林海波，一个日本间谍，什么意思？什么？哎，说实话，你到底是谁呀？我能是谁呀？我是林海波，你们的老同学啊。林海波，你应该还有个日本名字吧？说，你什么目的？我怎么一点都不明白呢？你们要我解释什么呀？那我就再让你明白明白。 你说你的伤是半里地外打的贯穿伤，什么枪打的能打出贯穿伤来啊？就因为这个，我以为是小鬼子从塔楼上打的，当时追我的鬼子那么多，情况那么复杂，我怎么能看清楚是哪个鬼子打的？你这怎么解释？嗯，是什么？ 调查我，咱们是这么多年的老同学，你们是这么不相信我，还让人在背地里调查我。清明，你不是带着枪的吗？来啊，打我一枪，把我拉到鬼子那儿，去查查我到底是不是间谍。 命令炮兵给我对准敌人的大炮，猛烈攻击！嗨，山口，所有人给我架炮！快，八二炮火箭台，六零炮炮火排，架好炮立刻开炮！调整好角度。
这个时候不能打，我们离县城太近了，打准了吃亏啊！哎，山口就在前面，难道咱们撤退吗？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。咱们眼睁睁地往圈套里钻吗？哎，我来。 加上火力，从那个方向把炮制给我端掉。 不知道爱了有多久，只知道刚明白爱，爱就散了。不知道走了有多久，只知道刚踏上路，别就开始了。